你不问的时候就问一句。哎呦，终于来一把。Hello， Hello， 松哥怎么说？有身份吗？好，兄弟，看看。来，这家我不太敢去啊，我还是在这保护好自己吧。没死人不太可能吧？西恩发言，饭堂。你能在饭堂？什么情况？没死。那说明你应该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会九个。同出四题胡，他吃三口了，可以狙、啊、过。我就吃了两个，没什么信息。叶帅波的剑圣卡过了两个，嗯。那我觉得也可以狙，我能保住，我能保住猪，我能保住猪，我跟猪猪在一块，猪猪动不了刀。耳片，耳片，你先说。啊，我过了，我能保住猪，猪猪动不了刀，而且我大概率知道他是什么挂。那个瀑布跟小孩双狼啊，好吧，三狼在场，先投瀑布小孩里面随便归一个呗。看看能不能归出去吧，应该归不出去吧，看看吧，我过。一票。糟糕糟糕 ，Oh my god！ 这把好人没希望了。反正我跟苏苏待在一块，我俩出不了刀。过。先投刘小松，我说的怎么开局是参战了都是过，我投了。那投先投小松吗？那你跟他在一块儿，那没死呢，红红。我早跑了，他说他参战，我直接走了，大哥，你忘了？你去医疗室了，对。好人不也得参战吗？不，你好人没这么肿，你好人没这么肿。这些帅波的巨斧狂战卡，我以后好人我就这么参战，你给我挡着的，红红。OK。不，你不跟我投他是吧？那我直接去送死。这怎么能没投出去呢？先投刘小松。鹈鹕的话，鹈鹕会，我想想啊，哎呀，鹈鹕好像还在，这怎么办啊？我想想啊，那也不能再死人了，这轮先出一狼，没办法了，兄弟们，我们只能这么打了，好人过。西恩发言，猴哥，你跟不是人狼念，你不弃票就把你拘了，不赢了。隔壁小孩威胁他，加枪。我不弃，我肯定不弃。错了，哥，你看着没？那我没办法，能弃票了吗？能弃票了吗，猴哥？你说你这拉着铃，你说怎么回事啊？我本来还想跟红红好好聊一聊呢。这不可能，跳过一下吧，跳过一下。你上轮就应该投他，怎么不把他投了？你出去咔咔两刀，咱们不就赢了吗？真是。是我我就点，反正点了他也不知道。是我我就点他，我过。我过，哎，我过。哎，不，你们听我解释，就是猴哥的意思，他不是说想要独赢，他应该是觉得我们里面还有个鹈鹕。他想拉这个铃，让我们关一个进去，我们安全一点。你猴哥，你说是吧？猴哥，你说没错吧？谢谢帅波的祈愿问情，我不能说话。谁是鹈鹕呢？不，这样我们先弃票，猴哥，你多好，就红色跟粉红色是一样的，过了。我想说一句，咱们今天还没有链子赢过呢，这
这不把隔壁小孩偷了，待会误伤到对象了，还白用功，对吧？布布，你想，个猴哥拿下链子的胜利，全场目光向你看齐，为你鼓掌。猴哥比小孩又开始挑拨离间啊！谢谢蓝天汉，欧的可以换言就偷隔壁小孩，他在牢里出不来，你知道吗？刚才我去看他的时候，他就牢里出不来，他只能在里面观望，就投他，猴哥直接投他过。猴哥，男人的尊严，投他。又开始挑拨，轰轰敢跟你聊天，他是不可以，我们不会背叛我们的队友，我直接送死，兄弟们，我直接送死，我替你们挡一挡。别呀、啊，猴哥，我直接死，别啊、谁也别拦我，我直接死。别呀、啊，不可能砍你。你气他干啥呀？有刀没王爷直接把我嘎了。看来没有。王爷是不说话呢。我有嘴。有嘴有嘴没用啊。牛逼。没事，猴哥。猴哥，你红色跟红色差不多了。我投了，我能没我第一轮我就投了。那这对象不投我没办法呀、啊、这对象第二轮也不投。这不能要了，我都说我直接送死了，我这枪这对象要不了一点，没用，要不了一点没用。他就想自己，一点野心都没有。对，我跟昨天的朱大强有什么区别？他一点野心都没有。他就想自己赢，没被拒了，狼狈了。我刚刚说不管了。我是废物猴哥，我废物，铁废物，特别废物的那种。好好好，明白明白。锁匠，嗯，什么呀？啊？轰轰完爷，要不什么？复活在一起。啊、哦，明白了。轰轰爷，我直接锁。哎呦，哎，你明白是？哎呀，嗯，发生了一个很尴尬的事情，我是鹈鹕吃到了加拿大，我想说鹈鹕保命不吃饭桃，完了就这太医往我旁边一钻，我说哎，这太医不能不吃吧，这送上嘴的肉对吧，我就一口给他吞了，但是吞到了加拿大。谢谢，今天吃饭没得九个饭桃啊，谢谢。狼在场的情况下你们可以盘一下，太医是我吃的加拿大，那么隔壁小孩布布拉奇死在哪，你们盘一下吧，过。隔壁小孩和不对，隔壁小孩是追着谁跑过去说我看你这把还行，嗯，然后就我忘记了，最后我是一个人跑到那个孵化室左边了。哦，麦没闭，你们看吧，如果能盘出来狼就回来。我刚上完车回来，我过啦。到我了吗？我真的刚去上厕所，我去这把开之前我就说我去上厕所了，回来我什么都不知道，然后包括猪猪公主和童猪的发言我都没听见，听见后面怎么说啊？过。是这样的啊，是隔壁小孩出了一刀把布布给刀了，然后呢有一个人不知道是谁好像把隔壁小孩又给嘎了，然后猪猪鹈鹕是加拿大，那说明我们现在场上稳走一块，叔叔身份我知道了。那这一轮我们轰轰他肯定是没出刀，那你们后边再说一说吧。朱大强搁右边呢，啊，他也没出刀。过。西恩发言，嗯，这把我觉得可以投个狼。首先，叔叔和猴哥进来，猴哥说了一句话，然后叔叔在那啊，然后我就看到步步下来。跑下来的时候，步步下来的时候，隔壁小孩动了一刀，但是呢我把小孩嘎了，然后我想拍景，我以为是我拍的景，但是猪猪公主吃到了加拿大鹅拍进来的，但是隔壁小孩进来的时候他说了，反正我不知道刀的对不对，但是他动了耗子步步这一刀，我把他刀了，应该是刀对了，过。我是跟隔壁小孩出生在一起的，然后进到饭堂之后我就在那个右边的饭堂门口口那里一扎，我就没动，然后隔壁小孩说我看你还行，我说我看你不行，然后他就往那个
娱乐室上边门口那边走了，然后就人就没了。但是在报警前夕，我这边定格好像是定格的，应该是看到了孙悟空半拉身子和一只鸭脚，所以我是没有看到其他信息的。但我只能保这两人，应该是好吧？因为我在右犄角就没有动的。我听一下后嘴发言，过。是猴哥，猴哥到了，王拉奇到了就跑。猴哥狼，先把猴哥出了，在那个饭堂啊，过。OK， 耗子发言，出猴哥，王拉奇在饭堂，猴哥没聊的，而且他刚刚说，哎，谁把猴哥和隔壁小孩到了呢？他没说恩姐，是不是恩姐他隐藏了一手啊？恩姐自己爆出来的。出猴哥，拉奇也在饭堂的。别急，我可能出不去，有没有秃鹫？那苏苏可能是那个殡仪员啊，只能给你们点信息了。完了，去，不啊，强，好惨，强子，我说我想看看这把猴哥能不能夺银、哎，没办法，我想说你为什么刀我呀？那就没办法了。刚见面我随便出刀啊，我前几把不出刀就直接被砍，我就随便砍了现在的呀。确实我又没砍，现在感觉在游戏里面有刀就得砍人呢，不砍不就等死吗？那我宁可砍别人。那你下次你哎，你刘小松，你来你跟我来，直啥的，你来来、你跟我来，你跟我来，你来你下回有刀你刀这个，你知道吧？这个王爷知道吧？对，刀这个，对，刀这个，刀这个，对，你刀这个，这个好刀，啊、这个好刀。快看他们在这右圈啊！快看右下角，把坏、刀他就对了。我就直接无脑刀他呗。对你无脑刀他就完了。哎，快做任务啊！怎么不做任务啊，哥？你哎，对、看热闹是吧？关个灯，还是火灾？关灯啊！这不关灯他看不见。哎，我操！哎呀！没事，人走得散，没关系。啊！他把猪猪吃了。走得散，让他们分散了。我喵了个咪的，我经历了啥呀？王爷和猪猪啊。是的，难道不对？哎，在后面。鹈鹕，要不我们厉害厉害厉害！哎呀，哎呀！你把我也吃了，拉了零没拉到零儿，吃了吧？啊！怎么这么多人啊？没刀子，真的？怎么这么多人啊？姐姐，快跑！你个胆小鬼，为什么不回头？都告诉你，快跑！吃了，把我吃了！快跑！外面没坏了吗？外面没办法，快跑！摄像头还坏了，快跑！快跑！快点！好，我都叫你帮我。OK， 就是一个烂秃鹫，爱咋咋。我怕你有刀啊。我没有刀。就是个烂秃鹫，爱咋咋。三十秒，慢慢来。没有刀。哇，上了个厕所回来死了。也没什么用。吓死了。没办法了，我想去拉点儿。不可赌。哎，仙的声音，如果我出了，你就是呢。那个任务是谁开的呀？我们被猴哥欺骗了，不知道。吓死！哇，猪猪折磨啊，好折磨啊！哎，那个王爷秃鹫都是搁那搞些小动作。上个厕所真的赢哇！真的，下回去上个厕所。可以，多上一下。但多少，最后还是我再也不去饭堂了。我不去，打死都不去。我也不去，我也在外面走。我好人坏人都在外面走，不去了。进去就死，进去就死。我也不去，我再也不去了，我啥都不去了。我就躲起来，一个人躲起来。拉鞋，我贴了你，我就往外走。我跟踪，我你在里面直接箭头没了。不去饭堂了。OK， 你也去，你去饭堂。我来取消，我去上个厕所。你们都去尿尿了吗？那我也去，哥。我也去。那你们去，我来取消。我也去。休息了吗？可以尿尿去了吗？可以尿，可以尿。中场休息啊！中场休息。
好，兄弟们，全新版本的西游回合手游来了，心中三眼神将、哪吒、龙王等新宠啊！微信直接搜索关注西游网游戏中心，不用下载，直接关注公众号，回复孙悟空就能体验全新的西游手游《诸神记》了。游戏不用下载，关注公众号就可以玩，非常的方便。然后我现在会在公屏给大家抽一个弹幕红包啊，然后呢需要你把游戏的屈服加角色名发出来就可以啊，屈服加角色名发出来就可以，就有可能会中奖。无论你多少级啊，100级以上直接送你等级乘以10的现金红包，100级以内直接送你500现金红包，就是抽到你那就是500，如果你等级比较高，那么假如说你200级那就送你2000现金红包啊。但是角色必须真实有效，盗用别人的是没用的啊，而且角色创建时间必须在5月26号以后注册的才可以，重复中奖也无效。所以现在你直接去注册一个来我们直播间参与一下抽奖好吧。然后而且你只要在5月份开始注册的角色，并且在15天之内角色等级到达320级直接送你5000，20天内角色等级到达360级直接送你1万，达到等级直接联系客服领奖啊。右侧还有激活码11个优先兑换，让你升级快银一步。游戏开局还送你 VIP 时首充，还送你孙悟空啊，取经三人组孙悟空、唐三藏、猪八戒，绝对的牛！游戏还可以挖宝、抓虫、打书，可以抓个猴当小弟，绝对爽到爆啊！每天我还会在游戏里边给大家发现金红包啊。那么我们倒数十个数，给大家啊抽一个啊，我先刷新一下，我这卡住了。我先登录一下这个啊，完事一会儿看一下大家的这个账号信息。OK， 等会儿兄弟们，先，好，我们倒数十个数啊。最下边的一个我截图截到谁那就是谁，好吧，别杀我，我打广告，别杀我。咱俩一起，我保护你。来，10 9 8 7 6 5 4 3 2 1，停。恭喜这个兄弟啊，叫那必须是我了，点儿那必须是我了啊。2414叫孙悟空吃一 ，OK。看一眼啊，2414。没问题吧？2414，孙悟空吃一，挨吗？挨吗？不对啊，没有，找不着这个 ID。那没办法了，兄弟们。那找不着的话，八，那我要是有人，那是没符合，我要再抽一个吗？行，这个兄弟不符合我们的标准啊，就是这个兄弟没有这个人，没有一猴哥。没有一，我没办法。我没办法弄，你必须得你的这个屈服加你的角色名发出来才可以啊。你如果说你刚才打错了，那没办法，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，兄弟啊，别打错。我们最后然后我们再抽一个啊，那这个人你这个没办法啊，因为我要给那边截图了，你这个输错了那就没招了啊。来，我们倒数五个数，5 4 3 2 1，停。
叫宇超这个兄弟。2417清闲乐融，西恩朱大强三张牌。2417清闲乐融，这个融吗？对，清闲啊，清字错了。100级，恭喜你兄弟啊！获得了1000现金红包，不知道吃倒牌。截个图啊，记得等一下看一下后台私信啊，我会私信的。说啊，投王垃圾，王垃圾是狼，耗子是鹈鹕，过。顶楼上，好，我大哥说他还在打，过。我先说，是我先说吗？是。这个我能认下来，王野是个好。刚才这个同珠的发言，我觉得同珠还行。哎，同珠刚才给我一个压力，说让我摸这位，别出这个鹈鹕，想出个狼。我现在就知道这个耗子是，耗子是个狼，不，耗子是个鹈鹕。轰轰刚才那个发言，我是觉得，有点是追随着这个同珠的思考量，在后面去继续往外排。那我觉得这个轰轰其实也还行。看一下后台私信，发一下支付宝跟你的真实姓名啊。后台我私信你了，别人记得不要那个什么啊。别人私信你记得不要信啊。那他一给我脸上爆，我是链子，那忍得了的？我的发，我啥也不知道，跳过。拉铃都用了，那不出耗子，拉铃用了，除非你们还有刀，那不然搁这盘我要把我出出去，那他爽吃，还有狼，他们爽刀。完了，红红说偷贼啊，那跟我们好人还有关系吗？那为什么同珠在外面，他不能开这个刀呢？完了，其实是吗？我不理解，我的话，我为什么不能偷耗子？过了。哇，我太猛了吧！这我都能知道，偷王拉奇。那你出去，因为到我这卡不了三个，到我这我听不到你说话。看我表演，猪猪公主。哦，耗子，先吃猪肉，红猪快跑！先吃，我给你一刀。捡一个十个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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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同珠把耗子给嘎了，我被耗子给吃了，然后我直接摁 R 报警啊，那这轮出谁？同珠回票过。谁给耗子嘎了？同珠啊！我听这个，听后面的发言吧。我去做那个灭火任务去了，然后我去找这个耗子，没找着，找一圈。行，同珠给票，轰轰给票也行，我过了。同珠啊，你真是厉害，把鹈鹕给刀掉了。好，那出谁呢？出猪猪啊，因为我当时，那个耗子吃完人了，吃完那个太医以后啊，我下来报警的时候。拉奇是跟猪猪在一块的，如果拉奇为狼出去的话，猪猪没倒是吧，拉奇在旁边，那猪猪一定不为好，所以猪猪一定应该是剩下的那一批狼了，好吧，同猪最后再过一个票吧，我反正这票应该会挂猪猪身上，我这边挂。哦，我跟你们说投我吧，但是我跟你们说是耗子要不是他吃了步步的对象，我们拿下了好吧。然后刚才王爷跟隔壁小孩你俩踩着四个鸡腿路过拉了个零，就你们那个脚下全是鸡腿，你知道不？没看见，没看见。我是追他的，我是追他，告诉他我是好人。不是狼。OK， 明白。饭堂桌子周围四个鸡腿，你俩直奔了中间拉零的，我真的笑晕了。没看见，
过。耗子金刚狼啊！干什么？头猪猪。啊，头铜猪啊！头猪猪。啊、哦，啊，不是猪猪。逆天魔阵了。临死还要鬼死，还没咽下去就被拔拉出来了。我也带刀，猴哥吓死我！这王爷都不来饭堂，真的是好想杀王爷啊！今天不是说大家都不去饭堂吗？对啊，我也不去。对啊，都不去饭堂啊，都不去。不去不去不去，跑了跑了，没刀不去了，没刀不去了，没刀不去了。哎，这个头发好丑，我还是换一个吧。没刀不去了，来点杏仁，太爷，来点杏仁，都不去了，我们就外面散着走吧。没刀不去，没刀不去，真心换真心吧。OK， 有刀我就来啊。回到最初的真心换真心，有刀别让我看到你，耗子。回到真心换真心，掉了就走。我直接去找你，哎呀，我直接去找你。我是一个大便，真心换真心，有没有人吼吼怎么说？真心一波波，我也说，我要接，来这里的都是有刀的，没刀的走，没刀的走，没刀的走，我跟没刀的走，我肉汁，没刀的走，靠近我直接刀，靠近我直接刀，靠近我直接刀，红猪鹈鹕啊，喂，让开让开，都让开，上面两个让开，让开啥呀？会冷。这外边死这么多人，那也没办法吧。铜猪鹈鹕啊，铜猪叼人就跑。那外边猪猪吸烟猪大强王辣鸡全部他好人，又这儿归个票吧。但我觉得得归狼。轰轰在这儿没动刀，苏苏没动刀，那说明轰轰这个归票位，外面死了一二五个的情况下，他归票应该也可以。那可以可以，轰轰可以归票啊，冲狼可以啊，尝试一下啊，过。跟你们好人有什么关系？过。嗯，跟我们坏人没错，我说一千有什么关系？过。一百级以上啊？对，这样，那我就点心。嗯，我点心，我。出仙挂，那没办法了，那五百重做一下。点谁都没用，我好喜欢大强这个要死要死的声音哦。过了过了，弃票了。包回来了，我受不了了。那铜珠是鹈鹕，那底下那三个就是三狼哈。我还做了个广播任务呢，做完死没了。那我们点心呗，我们点心呗，过。不是。狙了我，然后进刀一个不得了，我受不了了，没那么傻，狙了你，他们四票，是呢，我们就出现，我受不了了，出现，怎么都这声儿啊？喝点咖啡吧，兄弟们，受不了了，好好说话呀，受不了了，我今后不能就狙。铜珠，我相信你，铜珠，谁帮铜珠加油？谁帮铜珠？当一个报警的，兄弟们，谁当一下就报警。好，我来帮。都躲起来吧，兄弟们。冤魂呐！靠你了，铜珠！靠你了，铜珠！赖赖唧唧的，赖了吧唧的，这。那监狱集合，监狱集合。受不了了，监狱集合。好。什么动静？完了完了，他们下面哎，你不是一刀，我有一，你不是谁靠近谁死，那你就刀去。我有一刀，我有一刀，刀去啊，你跟我去，你跟我就去监狱门口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来，哎呦我操！切，哎呦我操！这没抢到吧？我一个 Q 加个 R 双刀带走一个了，我操！完了，姐。这呼，这呼怎么办？怎么这样？怎么办呀？出仙解吧，过，等会儿再说。出仙吧，我怎么也这样？那出仙吧，过。
转起来，谁刀的？过。轰轰刀的，转角遇见轰轰。哎，我俩都操了。哎，过。没来得及，说是。我受不了了。你好那个，大强，你好那个。哎，什么判的刑？你好那个，大强。完了，猴子是加拿大啊、哦！坏，猴子和叔叔里面开一个。马奇，加拿大呀、啊！我熟的，熟的，那个加拿大、啊。好，躲起来，好吗？你到我加拿大了，加拿大。猴哥，你要躲起来啊、哦！我为啥躲起来呀、啊？躲起来，躲起来！我跟你说，我们现在得什么？咱们是不是有肉汁？嗯。算了，好像不太聪明，我走了。嗯，什么意思？嗯，什么意思？我先转走吧、嗯、拜拜。先做个灭火吧，走吧。关门了，你去。我去。有肉汁儿，然后呢？说话说一半儿啊！好，肉汁儿。走。我加拿大呀，我一直在追逐大强啊！我加拿大呀，走走走走，哎，朱大强人啊，让我来。让我来，来来，我们都是海虫。我来来来，正反面的原因，没吃过海鲜正常。哎呀，难道是？哎，这是加拿大呀？那行吧，那我走了。嗯，看吧，刚刚让你刀我，你不刀，那咋办嘛？过。这都能赢啊！这都能赢啊！投猪大强过。什么骗人呢、啊、叔叔哎呀，我不给你人都说了我肉汁儿的吗？你追着我，我能敢刀你吗？到底是什么牌呀？谁是谁呀？我不第一轮都说我肉汁儿了吗？哎呀，哪有肉汁儿追着狼上刀的呀？我以为你在第五层，原来你在第一层，真受不了。别说了，说吧，轰轰立大功，爱轰很有面子，爱轰很有面子。追了两三圈、啊啊、倔强的七票、啊、留的留的留的啊！还是黑子说话说这个声比较有感觉啊。嗯，对，是的，我说的没有吗，大哥？我说的没有吗？你说的，你只能是赖吧唧唧，还可以。啊？但我不觉得这是一个表扬人的话。赖吧什么？赖吧什么？赖吧唧唧，赖吧唧唧，啥意思啊？赖吧唧唧，啥？赖吧唧唧就是活不起了。赖吧唧唧，懂了懂了。赖了吧唧的，就是不知道什么意思吗？西恩呐，你在想什么？西恩呐，我怀疑西恩在开我车。